我覺得今次拍呢個百老匯最新一輯嘅廣告咧，係好有唔同嘅節日嘅氣氛啦，同埋我覺得我嘅演繹都係好貼近我真人啦，同埋好開心、好搞笑嘅。咁啊，我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，因為我又可能要表演唱歌啊，但係有陣時又會做一個天使嘅角色啊，咁我都覺得好開心、好好玩咯。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，因為跟很多朋友一樣，覺得聖誕節很溫暖和很浪漫，最重要可以跟一家人一起慶祝，一起煮一下東西吃，吃火雞，我覺得很有節日氣氛。